如果遇到客人这种登徒子的，乱跟你十指紧扣，你们会报警吗？会。几位睡觉老师现在开始进行手部保养。哦哦哦！哎，看不到太可惜了。我帮你按了，哎，怎么会有各个客人爽成这样？那是贵啊，那是贵啊，像话吗？
访问一下，如果遇到客人这种登徒子的，乱跟你十指紧扣，你们会报警吗？会。他其实唱到第一遍歌还没结束，我就想要坐起来，就瞧。但是因为真的很舒服，因为手不是你的敏感带嘛，所以没有坐起来。哎，手是敏感带，也是会很舒服的，舒服那是。不是，因为我后来想到，因为我们常年写作哈，我们常常用那个手会很紧，是对。其实他们这样子按很舒服。对，好，老师，我跟你讲哦，我自己也有做，我有做肩的，我按一下，看他能不能感受到那种舒服感。我你会按哈，后退一点，哎，妈妈，你来来来，不是啦，不是你要备案。哎，这个要报警吗？这个要不真，我是真的是不用报警吗？专业，你我保护你。手三里长在这里，一二三，三里，手三里，哎，然后呢？这个地方有没有？你看他手指头有没有？你看这有没有起来？他手会折。对，哎，你舒服要说，他的手是不自觉的会起来。对，然后足三里是长在这个地方，这个一按，你整天脚的劳累哦都没有了。来，这有点像吸反射。哎，这样，嘿，雨婷，小心。嘿啦，真的唱得很好，很舒服。我觉得哈，来，那个。小钟是嫉妒他唱的比他好，所以他才都不起来。他按手的时候，真的按得超级无敌舒服。其实小钟哥，我是可以帮他说的。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对，大概是从6年前他就再也没有起来。其实他这个歌声，其实呢，我觉得他虽然真假音转换很多嘛。那但是真的还不至于让我想起来，对，没关系，每个人因人而异。对，好，那有一个、两个、有三位，那就是75秒，75秒。你的新歌叫做《断舍离》，然后在4月中已经发行了，大家都可以去数位。对，《断舍离》应该就是一首情歌了，应该是要把这个不好的都面对它、处理它、放下它、放下它。人要能做到断舍离不容易，我也还在学习的路上，有面临。过那个男友劈腿这种很多嘛，对不对？对，那刚好就有。对啊，身为一个人，哪有不劈的？对不对？不是啊，男人只有分两种，嘿，哪两种？一种会劈腿的，哎呦，那另外一种是劈腿没有被抓到。哇，那高贵！来，75秒。想空了的房间。吓一跳，我也